山东天路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工程机械研发、制造、销售、租赁与施工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位于泰安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紧邻 G2 京沪高速、 G3 京台高速，距济南遥墙国际机场80公里，泰安高铁站8公里，占地面积47000平方米，拥有员工161人，大学本科以上科技人员49人，研发人员36人，经验丰富的技师50多名。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与山东交通学院的国内科研院校强强联手，吸收引进高校的科研成果，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公司自成立以来，逐步丰富和完善覆盖冲击压路机、高速液压夯实机和液压振动夯的产品线，拥有200多台先进的各类加工设备，全程跟踪产品质量，建立健全了多级质量管理体系，使天路重工的产品从检测合格到优质产品出厂。冲击压路机具有压实力大、施工效率高，被誉为公路建设的保险。高速液压夯实机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可控性和高效性，有效处理桥头跳车、三倍回填及新旧路基沉降不均等质量通病。平板液压振动夯，振幅大、填层厚度大，适用于多种地形及作业方式。经交通部筑路机械测试中心的质量检测，符合国家要求和行业标准。弘扬工匠精神，铸就天路品牌。天路重工始终以技术顶尖、业内领先、客户首选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细分客户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各种夯实压实设备。公司销售及服务网络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远销世界各地，其中高速液压夯实机占中国市场销售总量的50%以上。截止目前，公司已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国质量万米型质量诚信品牌、中国工程机械综合表现卓越奖、山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山东省高端技术装备新产品、泰安市智能化夯实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等资质荣誉，拥有专利及著作权20多项，通过了知识产权、环境质量、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等4体系认证、欧盟 CE 产品认证等。2017年12月，基于实时监测的高速液压可调冲击夯实装备通过了山东省科技成果评价，评价结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心有天路，大道无疆。天路重工将凭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产品核心竞争优势，通过中国制造、山东制造、天路制造这3大战略目标的实施，来推进企业发展，全力打造一个专业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向着世界一流企业迈进。